佛难呐、啊，不容易啊。你说在这个人间，只要你到了人间，在这一天开始，你说哪会不难呢？你做人怎么会不难呢？你从一个小孩子出生就很难呢，真的，不会讲话，身体发烧难受啊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啊。你说这个现在这个天气对人啊，你看澳大利亚前几天41度，热的那个样啊，啊，昨天呢又冷的，这种温差呀，所以墨尔本呢就每一平一年四季都是在一天当中就显化出来了，所以墨尔本也是这样啊，啊，白天啊，白天的时候呢，啊，春天一样啊，温度很好，到了中午的时候热的嘞。35、36度下，到了下午的时候呢，秋。晚上睡觉呢，夏天都得盖被子，叫冬，所以它一天就是春夏秋冬，啊，所以有时候人呢、啊，只能学会克制，脾气克制，性格克制。